当初在盖这个古道的时候啊，是我阿公的那一辈，就我刚讲九十几岁阿公那辈年轻的道路，那一群年轻人徒手挖的马路，好猛哇！当然这个是现代的这个设备了，设备的材料，现代的材料。以前哪有这些水泥？被剪，他就用竹子去搭着的竹桥，哇，出不来哦。精灵学学，听牛说今天只是邀请你们来听音乐会，对不对 ？No， 他们今天超害怕的，其实今天呢是透过顺龙住房牛老板的委托跟邀请，希望呢可以透过我们节目为你们三位创作一首属于你们的歌，因为你们三位在他的生命中跟创业路途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三位伙伴，嗯，而邀请到一个隐藏版的创作大师，嗯，跟我们的书豪一起改编来自艾怡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 Forever Young， 让我们欢迎歌西王还有书豪。书豪，孩子一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Hey, hello, 久等了，来了来了，是吧？这是我的吉他手。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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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他编了一个桥段。好哎，我要不来听一下？对啊，他编了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的，你要听看看。好哎，我们先从前奏。好，再切到，因为我之前也有编，因为我想说我加了我的自己的母语。哎，太棒了！对，我就是我想要，最想要听这个就是你。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主语，然后因为里面的意思就大概就是跟艾怡良他里面的歌词，嗯，就是希望想念我的亲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是这样，就是我就把它用全部都用主语，全是祝福他。好哎，然后稍微就给他就直接加你的音，没错，好啊，好，你们编的，好好写。在跟他创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给你一种让音乐更回到纯粹的那种气息。对，你只要在跟他聊天，跟他讨论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好像回到大学生吉他社的那种感觉。所以也是因为他给我这样子的气息，让我觉得我跟他一起改编艾怡良这首歌，我们就不要再做太难的编曲什么的，反而要回到音乐的纯粹。因为他本人给我一个是音乐最初衷的那种纯粹感，所以我就我们就讨论好，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一把吉他，然后一个金杯鼓，还有一个 shaker。告诉他，亲爱的你，该想没有你。
明天的城。给最敬爱的妈妈，妈，这大概是我20年来没有好好写信给您。谢谢节目，让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好好感谢您。你是不是要牵她的手一下？我要哭，哦，你要哭了，要哭了。因为妈妈在，让我不是这么害怕挑战任何可能。也因为妈妈在，让我觉得即使受伤也没那么害怕。滚烫，就这样慢慢咽下，将思念熬得滚烫，记忆的切片，播你的画面。你总是精挑细选，坚持给我最好的，不论是现在以前，一直为我美好着，先把我喂饱了，等我等到睡着了，说到身边的人不多，说你就是最屌的。真的不是不懂得你珍惜，真的你非常的厌倦，即使我翻山越岭一直追寻着你，上到山下要过的是我自己选的，你轻轻提醒着我，记得出门后都不要怕了，小心的触碰。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那重量级的特别嘉宾，那这一位呢也是刚刚的第一首歌的原唱，微微样的原唱，让我们欢迎艾怡良。无论如何怎么样，心里都会想起妈妈，你知道吗？我好久没有跟我妈好好吃个饭了。然后尤其今天下厨的是女儿，然后想把妈妈的精湛的手艺发扬光大，然后我就会开始扪心自问，哇，那我到底为我妈就是传承或延续下她的什么？对，所以我今天真的要回去好好的谢谢妈妈，然后并且煮饭给她。这是我现在最强烈的念头，真的母女之间的感情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他已经哭红了耶，三个跟我哭哭一下。天哪，跟卫生纸，我想哭。卫生纸，卫生纸，我有。小队长要准备就是卫生纸，我来，一人给一张，一人给，先给一张。给二姐。啊，恰平应该也要哭了，因为不要擦太干了，我们镜头要拍照。一起把自己看暗，才不管未来怎样。阿姨，哎，我等一下要去买东西吃哦。没牛肉，谢谢。给我。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所有人，因为今天的惊喜真的很多哎，从1、2、3、4，连牛本身都没有办法想到惊喜怎么。还有个惊喜啦，那个礼物拆开，那个礼物拆一下。唰！哎呦，这样很用力哦。它上面都有印秋红，那摊开来啊，谢谢，一人一件，感情不会变哈，谢谢，好好哦，喜欢你喜欢就有介意不阿姨，嗯，超喜欢，有哦，这是你的名呢，秋红呢，那我们来拍照，我们来做看多年歪，哎哪哪样呢，一二三。没关系，就给他掉，比较真实。没有支架，那是超快的。他们到了，他们到了。关在一个民宿，要唱歌给那民宿老板听，这样才能换出去，打工换宿。我说哦，开始想了名侦探很多，名侦探柯南很多剧情这样，然后晚上会有谁死掉这样，然后我们就要去破解一个凶杀，然后开始一个人接一个人死掉这样。就歌没写出来，大家对都死了。靠北。然后这部片名叫什么？逃出。
你们对于这三天有什么期待？期待啊。对啊。比如说半天就写好一首歌。所以其实如果提早写完就提早休息了。对啊，我们第一趟就是这样，我跟李玉璇第一天就是今天的下午我毕都做完，然后后面其实隔天词都出来，然后后来那个大叔说你们假装还在创作好了，太快了假装还在创作，这段一定会剪掉，没关系，这个可以剪掉。但罗旭旭在就是说剪进去大家好，是是早安，罗嘎叔，嗨，阿武好，嗨，张武，是的，不要怀疑，我不是这边的主人，我只是比你们早起了一点。欢迎来到新竹坚持的马太部落，你们好，你好，你好，各位创作大使，你们好，来，现在领取你们的信物，来，赞赞。好的，因为这边呢是泰雅族的部落嘛，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说罗嘎叔，我们一起念一次，一二三。罗嘎叔，一百分，你回台北，再一次大声一点，好，一二三，罗嘎叔，没有，就是泰雅族的你好哈，所以这几天大家都可以学用一下，如果遇到族人的话，那领取完你们的信物的话，请往楼下休息，毕竟你们长途跋涉，好，这边离最近的 Seven 可能开车要半小时，应该都有带起东西了吧？嗯，没有的话也没有办法，请下楼，谢谢，辛苦你们了，好嘞。哎，队长，停好了。你怎么这么晚来？他们没关系，这里是山坡。哎，来一起跟我坐着。怎么要迎接？他们来三个啊，另外两个还没到。可能他们自己开车来。哦。你不觉得我们这边很像什么吗？招待。不是领，那对，礼金区。女方这边签到，记得领大饼，像不像？像不像？等下这样子。有没有很远？我们今天就把黑黑做完就好了，后天做小姐。我们可以生婆这个。哎，还蛮好，蛮清脆，可以这样吃 snack， 这蛮好的。没有带你那根来吗？我有带那根来，你们应该都有带那根。不是啊，我说你那根长长毛茸茸那根。哦，没有。瘦音。哦，毛茸茸的，没有那么多。来了。Hi, my old friend。嗨，诗萱。哎，我们其实还蛮常见的，真的哈、哦。我们蛮常见的、啊。好，每场表演都会遇到你。欢迎来到新竹坚实的马太部落。是的。罗嘎叔。罗嘎叔。对，泰雅族的你好的意思。好了，你先去楼下领房间。好。先休息一下，毕竟长途跋涉。你好，初次见面。你好。我是诗萱。我们就不用寒暄了。你们是开同一台车来？因为我们新竹人。哦。然后他从新竹载我来。从新竹站来，这边不就新竹吗？没有，这边是新竹县，这边有山上，这边是新竹县。是你们来了，这边至少来可能要40-50分钟。哇，你们开50分钟？而且是他开比较快。好哦，我开比较快。200吗？他会跑山，头文字 D。没有啦，法家湾，我遵守交通规则。哦，我随便说的。好啦，那我们晚一点就可以聊聊天，然后这几天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风景，一起创作，一起生活。好。你们可以去下面下去右转，就是你们的房间。好，下去找就对了。哎、啊，你不要睡觉哦。好，爱你了。好了，待会见。好。早安哦。我们就是自己选一张。对，好吧。选。我选。我有哇，所以大通铺哦。我们是五个男生睡的意思。不然会有女生吗？那我觉得我觉得你想回家是不是？现在有沙发，我晚上睡沙发。我可能会睡阳台。那就先放时间给你们整理行李。好，那待会儿就是要看我们的委托信了。好。
三大王要先睡，先睡一下。世轩要先睡了，先睡一下。照惯例、就是，上次对照惯例、就是，照惯例是我直接睡睡到，我记得我把东西塞完。等一下见哦。而且我是认真睡，对，你认真睡。Action！ 我永远记得。交给我们吧，制作单位你们好，我叫陈建华，是一个在台北工作了几十年的新竹人。我的故乡是个美丽的新竹县尖石乡，这里有美丽的山景，还有可爱的居民。生活在台北多年，但对于故乡的爱始终没有变过。近年来，随着年轻人的外流，这里的人也渐渐稀少，也让这片山林越来越没落，这让我有了很深的感触。出外打拼了几十年下来，我觉得现在的我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子的使命，需要帮助这边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好好成长。我希望让部落的青年人们知道，不是基因的问题，是机会的问题。前几年我盖了这间房子，让我的爸妈可以回到故乡居住。后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这片我们爱的土地，我们将它改建成民宿。这对于这片土地来说，这只是一个起点，希望可以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它的美，也让更多族人认同自己的家乡。最后希望有一首歌能代表我们的家，代表我们的族人对这块土地的爱。我蛮有感触的，因为其实在原乡来讲的话，我们最怕就是最久的问题就是资源分配不均。对，然后壮年人口希望去都市工作嘛，发展，对，发展，那可能在部落就只有老人家啊，或者是我们第三代，就是我们的小朋友，那可能就会造成隔代教育的问题，或者是这边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对，然后很多人就会渐渐的在都市生活习惯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根、自己的家乡，莫忘本，所以我们的陈先生呢，可能希望我们的制作团队呢，可以做一首歌来唤起大家对这块土地的爱。我们常常在都市，我们发展的非常好，没有错。可是我们会忘记，我们有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部落，而我们去回馈。所以，像我们的陈先生，他就是想要去回馈他的部落。所以，他盖的这个民宿应该就是回馈一种。对，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把骄傲回馈一直是蛮伟大的事情。回馈蛮伟大的，因为他也可以自己独善其身。就简单来说，就是他做的好好的，自己好好生活，还不一定要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蛮重点的，而且他要想到他的妈妈，因为妈妈老人家可能会希望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生活，就他盖了一个这么华丽的皇宫，哇，还不错。可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有讲到亲情了啦，是，所以我们这一趟可能就以家乡跟土地来去做发展。听完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感触吗？要想一下，因为这趟比较特别，都是男生。那我觉得心思上或许可以比较接近他们在创作方，而且我们前几趟下来，其实音乐不管故事是多么样的狗血或是催泪，其实后面出来的歌都是比较轻快跟活泼。因为现场是你们三位就是一个团体嘛，就是违法，对对，然后你们两个也有合作过，那他们违法，我们两个守法。我是短发，哎，我是山猪发。我们这组碰撞应该蛮激烈的，就你站长，我们搞不好就违法，自己就很激烈，然后会哦，对，好，你们是劝架的这样，对，我们两个来劝架，哦，终于有人帮我了，主要是你当初你是润滑剂是不是？对，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像名侦探柯南的剧情，就等一下会有人。一个接一个死掉，名侦探柯南本身是个很衰，太狠，对，他身边的人都是。我来去哪里研究的时候，内湾民宿杀人事件。如果这是拍戏的话，我想要第一个死。为什么？你先休息啊，很笨哦。拍戏的话，对。先讨论一下，待会我们的陈先生本人就来到现场。哦，对。所以如果等一下其实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再问他。对，可以再问他。更了解这里，等一下或许他会带我们在民宿外面参观一下。会，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穿的太像陈先生本人。问一下这边的三大王，我不是哦，我跟你们是一起来的。那可能就等待会陈先生来之后，我们再跟他细聊一些他想表达的内容跟故事。好，
我们现在零嘉宾好。我就是在违法这里面找到另外一个疯狂的自己。创作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自我检视，因为当我们自己收到一个题目，或者是自己想到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必须不断的去想一下你过去的所有的回忆，还有你经历过跟你平时想看到的事情，才可以写在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创作是一种自我检视。我认为我们总是想要照我们原本知道的东西上面，然后再做一些改造。所以想叫违法的原因是想打破原本我们认知中的规则是长什么样子。来吧。这毛豆咖啡真的很好喝，对不对？像这个景，我是这么觉得的啦。你喝完马上加不？没有啦，你本来就这个。我这是马告皮，马告皮啊。好夸张哦！哇，这个风景。好了，再干一个。再干一个吗？谢谢你。哎，对了，我们这一趟的礼物到底要送什么？现在讲这个吗？所以我们是来，不是因为他们在创作音乐哦，我们这边太享受了吧，我们还是要完成我们的部分。可是毕竟我们现在在深山里面，离文具店应该很远，蛮远的。砍木材不好吧？我们前面几趟都是做手作，对不对？对。要不要这趟来点不一样的？就额外的惊喜，反正我们也出不去嘛。对，我们也出不去。还是我们这一次来点特别，我们用影像性，好像可以耶，因为我在他们的房子里面找不到我们任何可以手做的东西，而且这边山林我们无法获得一些道具，而且就算获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本来想说你要不要就采一些叶子，然后做成那个桂冠，那我难度很高。我觉得影像性不错啦，因为你知道泰雅族他们是比较避暑、生性坚韧的民族哦，我想说可不可以透过影像性。让华哥录一段给他爸妈的话，然后我们也、对，是不是可以把爸妈的话也录给华哥？这比较惊喜。对，就是偷偷的，不要让他们知道。对，然后让他们讲出一些比较感性的话，对彼此感谢的话。因为你知道华哥常年在外工作，然后还要顾小孩，虽然说周末才回来，可是他们应该都在忙着去打理这个民宿，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好好交流跟对谈。而且他们昨天都在招呼我们，好像他们自己，我看到的、观察到的，他们好像自己很少在讲话。对，因为他们的关系可能比较特别，是他们一方面是工作 partner，然后他们又是父母跟小孩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帮他们打破这个隔阂，去录一段影像信？我应该要寄一封信也来到这边委托。就是、说那我要跟我爸妈讲，转动一首歌，我还可以透过这个。对不对？节目，然后还告诉我家人多爱他，还不错，很方便。我们等一下回去就写。就我们这一集，就有对土地的爱，也有对彼此亲情的爱，还不错哎。这一趟，好了，那就这样吧。那我们是今天晚上行动。看他们什么时候有空。但是不要让他们知道。对，一定要偷偷的，因为知道就不惊喜了。有道理。来进我们的金头脑。那进三乘三民宿。那还是要敬一下我们的交给我们爸爸。好哦，交给我们爸，耶！喝光汤、哦。喝光。音乐对我来说像是什么？他一直在拉着我，把我从现实与不现实当中互相拉扯，然后我希望音乐一直可以存在于我的耳朵和存在于我的脑海里面。本身的职业是一直在帮别人弹琴，弹别人的音乐，所以创作就是我的灵魂。我一直弹别人的琴，我不能没有自己的灵魂，所以创作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不创作的话，我就会失去某一部分的自己。
可以啊，就给它到这边，然后我会打那个奶泡，它在挖球。主要是在这边吗？没有，我的主页还是广告。真的哦？对啊，要不然怎么养家活口？这边都只是交朋友。那也就是来回喽。没有啊，我住新店，住台北。这边是。那你什么时候会过来？假日。华哥你好，我是薛薛。Hello。会不会冷这边？习惯了啦。喜欢，很舒服，不用开冷气的天气。对啊，不用开冷气了，晚上要穿外套。对啊。你什么时候变老板娘？这感觉很好玩哎。你没有打过工吗，曾经？没有，我只有那个要去应征干杯的时候，被老板说：“小姐，你长太矮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录取你。”哟，各位亲爱的创作大使们，哇，老嘎叔，来来来，这是，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板华哥，华哥，他特地为你们做的漂浮咖啡，哇，黑咖啡上面有香草冰淇淋，哇，咖啡，谢谢，哇，咖啡因很高的，天，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吧，安伟，安伟，静，舒伟，世轩，张武。对，这几个是我们这次的创作大师。啊，对，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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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苏天呐，苏好不是吗？我刚说苏，他刚说苏伟在哪里的苏伟？苏好。病人也开始，原来我的部落这么美，也能够为这个地方能够多一些努力或建设。去了解一块土地最好的方式就是亲眼去看一看，去认识这个环境。对，因为这边环境很大，对不对？这个民宿，不然华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好啊，好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附近的环境是什么，还有一些故事，有没有兴趣？好 ，Let's go， 这边很大 ，Let's go， 赞。一句话好不好？你先。我先吗？还是从他先。我们从安伟好了。安伟先。要讲话吗？还是可以喊个什么就好了？对，来喊一个什么就好了吗？对，好。一二三，哎！什么啦？好，五哥换你。一二三，来。就矮吗？对。变声 Ray， 变声 Ray 吗？那对。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它其实可以直接是 hook， 这个可以。对啊。好好好
看超屌的，你看玩这个方式，你偶尔要认真弹。偶尔随便，然后他干掉桥，不知道刚刚一定是要百分之百有自信的，你才能够做出说服自己，才能说服别人的音乐嘛。这几趟来，我发现大家对词的用心的程度，不亚于对编曲的用心。那我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之前我的词都是放在我整个音乐作品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有可能这几趟遇到的是嘻哈的比较多，那他们很重于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要传达什么，所以跟别人一起合作是一个非常快速也非常直接就能找到自己缺乏什么的方式。确定要这个 line？ 我们没有，还是就大概是。可是副歌，好，你可以先想。我刚刚想的是。他有点上不到。哦，就要一个 respond 对不对？对，一个 respond。一个整齐的 respond。我刚在你们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来一个，来一个。留在这。留在这。应该是把什么？我是要写几句啊？的最后一句想说把骄傲留在这，但我觉得还好。这句好适合英文。基本上脱发时就是英文，英文会比中文顺了。对啊。好，那我觉得对一三句都是中英文，就是 response 在中文。你心里的音色是什么？来一个。trill 不要好了，算了，我们随便找，你就随便点一首。snare 直接最喜欢这样，随便点停。不好，再来。方法系列。就是你要 dubstep 系列的效果。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蛮可爱的声音。可爱的，就是短腰。不会吧？不是短腰吧？短腰，短腰，短腰。这不错，这个还可以。上面不错。啊，没有，下面可以这个。二一，很好哎，锁定乐团哎，三个都说好。不是，那个叫 too much。too much， 讲话盒子。上身打老虎，上身打老虎也。我的，哇塞，这是最屌的。没事没事，好险好险，电脑好险，电脑都有电。有成长，有成长，没断电吧？没断电，先准备长 ，commence 一下。我的电脑是你的，因为我现在是盖起来，所以它所以应该没事。有没有先把这电源关起来？先 commence 一下，先把这电源关起来。先充电，有电哎。这一单纯这边的保险丝烧掉，是啊。那是 Kaden， 哎，乔治哥，我先把这边开关关起来，我怕电回来。好好，你先都关起来。对啊，这个笔电是撑得住的。还好是笔电，不是主机。对，你说真的，我觉得我买 MacBook 真的解救我的人生。是啊。不然以前我工作一定要，当然大家都是锁在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桌机的话，我懂。
让你出去了。然后进步神速，就全部因为买那个。我相信他。相信谁？我相信我铁宝。你不要相信，跟我动啊！你不要相信我、啊。我相信你。没有，我做不了的。对，不好意思，等一下不会再发生了。王哥你好，两位好，好，请问你知道我们现在要跟你聊什么吗？不知道。而且你这样一直用嘴堵他，他都不知道吗？感觉我现在很像检察官，感觉这种感觉好像我刚刚做错什么事。好，华哥这段之前呢，其实我们下午有找妈妈，那个华哥妈妈录了一段给你的话。那好，他准备好要看吗？哎，对对，请看。来，阿姨你好。你好，阿姨，你都怎么叫他？我就叫他建华。那你叫他华华看看，一二三。华华，没有这样叫过，有点怪怪。那你可以对他讲你平常不敢对他当面讲的心里话，预备开始。华华，妈妈爱你，因为自从长大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志愿跟我的盼望就是要让你回归到我们的身上。你在外面很拼了，但是还好我们还有这块土地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你要好好的去经营。妈妈跟爸爸在这里会把这一路来好好的去把它整理起来，这块地是你的，你要把这块土地呢跟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你要把这块土地的美好再传承给你的儿子。最后是华华，我爱你，嗯嘛，这样一杯气。华华，妈妈爱你，嗯。哇，他不像我妈妈，有点。妈妈平常是真的不会这样。妈妈，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对我。华哥这样，真的哦。讲些肉麻的话，不太会，但是会在那个讯息里面，讯息里面会说妈妈爱你，上帝也爱你。嗯、哇，所以是第一次透过影片，好好好，我们一定会把它好好的传达给华哥。好，谢谢，谢谢，谢谢阿姨，谢谢你们，我怀叔，我妈比我勇敢，谢谢大家，谢谢，可见她见的世面比我广。没有，她录完的时候，她有说，她说她一开始开场的时候差点，她有哽咽，她其实有犯泪，她忍住。对啊。哇。你看，其实爸妈跟孩子之间的那个期待虽然剪断，但是那个连接度其实很深很深。虽然那个我每天下班大概八点多从公司，然后回到家路上，第一个打电话给我老婆，我下班了；第二个就是打电话给我妈。对，他有讲。对，然后因为我不喜欢十点他打给我，太晚了吗？不是。就当你的长辈已经过了七老八十，你很怕半夜听到的电话。我懂，对，就是你过十二点，如果你接到亲戚或爸爸妈妈电话的时候，你会超级紧张，然后你隔天起来的时候，你想说到底怎么了？所以我就会习惯回到家之前拨电话，隔天早上上班路上拨电话，这样。这真的很值得叫大家效仿。真的，就是大家不要等到真的来不及的时候才真的不用后悔。哎，你感动，然后哭，然后你还要笑，你是不是有点分裂？好丢脸，我躲华哥的感觉了。大家要孝顺哦。好啦，把握当下，真的。哎、欸，下两集，我们还剩最后两集，可不可以不要发跟亲人有关的？因为实在是很难忍住。真的真的，好啦。对。祝福华哥。祝福华哥。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自己的小朋友，健康快乐。然后。啊，华哥也不要太累。对。然后跟这块土地一起美丽的生活下去。对啊，哇，这时候好适合小米酒。真的厉害！谢谢华哥，谢谢华哥，谢谢。来过新竹吗？新竹我有来过，自己唱校园还是什么？工作也有，自己也有来玩也有，对对对。那你有来到这么，因为这算是山没有这么深山里面。唱完我的歌曲之后，你有什么感觉？觉得它是很有很
有爱的人，就是不只是对自己的家人，而是他的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都会给予一种，他其实他的爱是蛮大的，嗯，很想要传递出去他的爱。对，可是你知道你这一次来啊，嗯，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让你露个面，不是让你讲个话而已，你还要唱歌。这个我知道。所以你有没有想，要特别哪一首歌送给他们？因为他，因为委托人的爱是很大的，是，然后不只是对于家人的爱，他可能，对，对于土地的爱也有，然后对故乡是故乡，对，所以我准备的歌曲是。豪哥，我想获得一块阿姨的卤肉，来。啊，我来。我超爱吃的。那我也要一块。我要一块。你我接你。哎，两个刚刚一瞬间，我也要接你。哎呦，这个卤肉 Q Q Q 呢？真的。溜溜溜，好 Q 哦。华哥平常跟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怎么样？我觉得他，哇，感性，哦，真性情。我就说，我就广告人很真性情，很感性。华哥果然是广告人。没有录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嗯，一定有很多的心里面的想要讲的，所以才会还没讲的时候。泪腺就已经先，因为有时候男人跟男人之间，爸爸跟儿子之间，有时候太多爱是不用用言语的嘛。那我们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创作一首歌关于土地的爱，然后我们也用这个影像性，可以透过这个影像性跟爸爸妈妈说一下平常不敢说的，可是一直很想告诉他们的话。对，嗯，加油。其实没有什么不敢说了，然后只是找不到机会说，对，然后。找不到机会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哎，我觉得，因为我们平常啊，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头前几集，我们都是我们俩自己手做小礼物，然后我们就想说，在山上有要做礼物很难取得，然后我们就脑力激荡了一下，就觉得或许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好了，因为这个爸爸妈妈从因为常听他们以前年轻的故事，好，那。我也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然后书也念得不怎么样，因为妈妈希望我总是不是医师就是牧师嘛，哈，那偏偏这两个都不如她愿，那可是又身为她唯一的儿子，那觉得也不能说有什么生活上的那个压力，那个压力不是说啊只有一个孩子，那以后。爸妈年纪大了，我到底能不能照顾他？我觉得照顾父母亲是天经地义，是、那也没有什么可以任何的理由借口、那我觉得还好，就是父母亲都还非常的健康，因为人都会老嘛，所以我觉得从爸爸妈妈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中，我爸爸是公务员退休，所以他非常的木讷。然后妈妈也是在长庚医院，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在做服务人群。是，那我非常自豪的就是，爸爸常常讲说，你知道那2000块那上里面的孩子小朋友是谁设计的吗？是我爸爸设计的。哇！我爸爸团队设计的，因为他以前退休之前他就做这个制版。是。然后妈妈是做耳鼻喉科，然后帮很多的这些可能听力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们家里除了信仰之外，我也看了爸爸妈妈的工作。对他们对工作的执着，因为妈妈从她毕业之后就从事就在医院服务，然后爸爸也是退伍之后有因缘机会去了中央职场，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尽忠职守的在他们的岗位20几年退休，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身教。对，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我现在目前在社会上的工作经验是如何，或是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客户的一些创意上面的需求，包含宣传，那我觉得都是从我爸妈在生活的身教上面所感受，因为那个心很重要。对，我爸妈其实他是真心对人，对，然后从来没有骂过我。哇，从来没有，这么难得，从来没有，我都没有印象，完全没有印象。对对对，家里的环境的，爱的教育，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对啊。然后我的父亲其实跟我都是那种感觉是兄弟相称。这个建华，请教你一下哦，建华，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所以今天那个导演，我们不是要去爬山吗？他是第一个冲上去拿镰刀的。对，就父亲年纪七十几岁，他总是觉得说，当朋友有难，尤其是儿子的朋友有难的时候，他一定是在所不惜。就七十几岁了，我相信他爬上那个山，他一定也很害怕，因为谁知道那个山前面路是空的，还是草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那爸爸走前面嘛，我总不能落在后面了。我说我陪你去。其实你觉得怕吗？我当然怕。啊，还好导演跟在后面，导演在后面就更不怕了。好，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家，对，我们家。那如果真的要特地，就你想象这个看镜头的是爸爸或妈妈，你现在就不要看我跟雪雪了，你就是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说谢谢啊。这个影片就是会传给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可以的。今天如果说要回到每次谈我爸妈的时候，我就想我远，所以我觉得我不用跟我妈说什么，不用跟我爸说什么，他给我很大的鼓励，不管说现在在工作上面，包含每个礼拜礼拜天带我的小孩、我的太太一起上山，我相信他们就很满意了。那我觉得我只想跟我爸妈讲，身体要健康，很重要，不要太。劳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这样子。那华哥，我们来一个肉麻的，爸妈我爱你这样子就好了。那爸妈爱你，耶稣爱你呀。好，交给我们吧。